没带你飞带你出境，垃圾都在你风带你狂带你空空中大枪。 OK 本命错，我是不凡。那我们今天继续给大家来一期穿越火线新版本新武器试玩解说视频啊。好的，那么自从呢咱不凡把上一期发布过了那个新版本的一个千变刀僵尸的解说视频之后呢，就准备毅然决然的离开体验服这块是非之地。这是为什么呢？咱们前面吧已经说过无数遍了，体验服这个外挂那真的就是飞天横行啊，飞天遁地无所不能，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到，拳打西山养老院，脚踢北海幼儿园啊，哎呦我的天，一言不合直接给你打掉线了。你看看，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现在体验服的玩家都这么刚吗？一言不合连上票都不用上了，直接给你自己怼出去了，我也是醉了。哎呀那真的是呲溜一下，哎我在哪儿呢，我去了。好吧，那么这里呢也是不用管了哈，这里确实吧今天呢为毛咱们还要在体验服给大家出视频呢，因为吧也是有很多的小伙伴跟不凡说啊，就是不凡这个新版本的新英雄级武器刚刚出来，哎你就给咱们出两部视频，你是不是不要混了，你是不是找怼？哎呦我天，你就发一部啥呀，一部评测声音还出问题了，还发一部刀僵尸还被外挂虐成这损样了，你要是再不给咱们发一期枪托的解说视频，咱们直接怼死你。我天，你看我这暴脾气，你们这一天天的是不是欺负我呢，欺负三炮呢，是不是？哎呦你要出就出呗，真的是。好，这里呢也是跟大家小小的开个玩笑吧，那今天呢咱们也是拿上这把枪托，不管打得怎么样，咱们呢也是给大家来刀一期怼人的解说视频哈。那么咱们呢也是在上期视频之中，就是那个怼僵尸的视频里面说过了哈，枪托三连击就是咱们千变的一个，没错，一个小小的属性。那么这个属性呢确实刀起僵尸来优势还是挺大的哈，因为毕竟呢枪托的威力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巨大的，如果说怼僵尸一次没怼死，你还可以再来一个二连击，如果说二段攻还没死，僵尸皮比较厚跟猪皮似的哈，那直接给他补第三下，直接一个上挑钩，哎给他一枪都怼死哈。那么但是呢今天吧不凡拿上这把三连击的一个枪托，没错，咱们千变的一个枪托怼起人来确实觉得吧还真的是没有怼起僵尸来那么爽，因为吧大家都可以想一想，咱不凡的今天呢也是在直播的时候叫来的几个小伙伴，哎呦我的天哪，就是各种直呼各种小刀各种嗨哈，反正就是虐你的节奏，各种盯着你打，哎呦我去了，说多了我都要哭了哈。所以说呢这把武器虽说呢枪托看起来是非常非常的实用非常非常的快的，但是呢真正运用到实战之中来怼人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欠缺的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吧大家可以想一想，你就把这把枪托呢列为一把什么呢，鹰爪，哎把它当做鹰爪，那它这个威力呢和鹰爪呢应该是差不多的吧，鹰爪重击应该是一击必死，打哪应该都一样，但是呢这个枪托的二段攻就是往前面顶一下用弹夹砸人那个位置呢，确实呢一下子只能砸人 99%， 就是99点血哈。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和鹰爪的威力还是欠缺一点，但是呢一定要记住它的一个攻击距离几乎上呢只有鹰爪的一半那么多，所以说你就拿着一个半残的鹰爪在这打人还是有一点小小的惆怅的哈。别说这个武器多快，但是你想想看它这个威力还有它这个范围确实呢也是处于一个小小的硬伤的哈。那咱不凡的打这期素材的时候呢也是给他打了一期这个水族馆的一个战神模式哈，反正到后面就是各种怼的一个节奏哈，但是呢咱们把前期呢也是一直在依赖这把武器的一个三连击，哎到了后期自己突然发现了哈，原来这把武器第二下攻击是怼不死一个人的哈，当时我就恍然大悟豁然开朗了哈，难怪我前面被虐出翔来了，原来他这个威力不够呀，我也是醉了哈。反正这一部视频呢咱们也是取名为三炮吊打技，哎不是三炮吊打别人，而是别人吊打我呀，呵呵我的天。好，这里呢也是不用管了哈，直接看那个小伙子看到没有，咱们一拳呢也是没给他怼死，再来一下直接给他带走了哈。那么好在呢这把武器如果说你第一下没有怼死那个人，他如果有 ACP 比较厚的话，你还可以用第二下攻击把他给怼死，哎所以说呢这把武器虽说呢枪托打起人来打起那些比较会玩刀的小伙伴来说的话还是有些小小的惆怅，但是呢如果说能够好好的利用到这把武器的一个三连击，哎和他们打起来还真的是挺好的哈。那么也是庆幸吧咱本部素材打的时候呢，哎没错，房间里面的小伙伴都是比较素质的哈，如果说出现一个什么用枪的，那真的是我这个暴脾气那瞬间就给你跟外挂似的彪怼不知道去哪了哈。好的，那么这里呢也是不用管了哈，咱们呢既然是生化刀僵尸视频呢已经出过了，那么今天呢也是给大家出一期怼人的解说视频。那么这期视频发布过之后呢，咱们这个月的一个新版本体验服视频差不多也到这儿了哈，大家呢也是不要再去催不凡什么出一个什么千变打挑战啦，又是什么东西的，其实呢千变打挑战的话是没有任何的一个属性加成的哈，前面呢也是有很多的小伙伴在这猜测啊，说会不会